哦，那个我是德高，那今天要讲用啥回嘞？那 Strivon 吼，今天发布了这个新的 Cloud Burst， 哎，中文翻译怎么翻？大家再想想看，绰号叫什么？总之，他发布了这个 Cloud Burst Ambient Reverb。如果你不知道 Ambient 是什么啊，它是英文单字叫氛围啊。Ambient Reverb 是什么？有氛围的 Reverb 效果器。那它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哎，蓝金宝来干单分享一下，我个人。非官方合作，因为我没有产品哦，但是我刚好今天有空，有哈班一邀，我就来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到底这颗 Reverb， 我看到的一些简单的资讯长什么样子。首先，你们在荧幕上面现在看到，如果你要想要多听一些音档，官方已经释出非常多了，不管是合作还是刚刚这 Anderton TV 哦，他们自己都有拍这个新的这一颗，让这 Cloudburst 的那个 Ambient Reverb 的 demo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我在滑动这个页面的时候，我用 iPad Pro 拍的一些画面，滑动这个页面，看看这个。首先我想提出一件事情。第一个，我看到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好奇是，它比较小颗，对不对？所以它会不会是我们所谓让这个 Reverb 的便宜款、入门款？但是刚好我荧幕上现在有售价，就是为了要讲说，这颗它不是一个低价的替代版。它一点都不便宜，279块美金定价，是一点都不便宜。它本身就是一个高阶产品。那我说，它怎么长那么像？所以我特别有现在荧幕上也会看到说，我就看了一下 Blue Sky 跟 Big Sky， 它玩美国官方版本的。然后这一颗，现在这颗新的 Cloud Burst， 我帮大家确定过了，一就是美国生产制造研发，上面都写。我在看这个官网的时候，如果你不放心，官网上面有，我会把官网连结贴在下面。没有购买连结，不用担心也不会诈骗。那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自己去搜寻 Strivon， 就是我的刚打的这个字母啊，去看他们的英文的官方影片或是官方网站相关的事情。好，首先他一开始他们的官网上讲出一些他们关于这一颗效果器的野心相关的事情等等的。然后呢，它主要上面有几颗钮，一个是弦乐，它上面有一个小小 toggle， 一个那个。我来拿一颗这个给大家看。线拔线插，等我一下，线拔线插，它上面也有这个 toggle， 只是这一次 toggle 好像是做成横向的。我这一颗手上这颗，这是我唯一一颗 Strivon， 其他两颗都是电工。这个，这个 toggle 上面，它做这个是。横向的，这个是 直向的，是往上下式的，它是左右式的变动，这是 不一样的差别。然后呢，那个 Blue Sky 的 size 跟这颗我手上的 Orbit 这颗 Flanger 是一样的，这一颗会比这个小一点点。那个时候我去看官网的时候，我在想说，那会不会是可能是便宜替代款？结果不是，然后又看看，是不是产地？会不会是就可能 Costal 或是海外制作版本？也不是，好，然后赞。刚刚讲到这些声音的 demo， 除了 YouTube 上面有，除了其他这些国外的，各大频道已经拿到了之外，在他们官网上面，我就是现在看到这个英文的官网，它也有各种影片中所展示的，它的这个录音版本的一些音效的 demo， 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呈现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真的会比我天花乱坠形容它来讲，因为。还有每一颗它的参数使用效果不同，所以到底那个效果器使用起来会有什么音色，真的得看看个人的使用方法。好，我们再继续下来，还有几个主要吸引到我的点。我一拿到它，先不管什么啊，这几个什么 JFET Input 啊 ，Stereo In Out 什么之类的，像这一颗也是 Stereo In 然后讲错了 Mono In Stereo Out， 然后等等的，然后我看了供电。最小 minimum， 这一颗我们新的这一颗 Cloud Burst， 它的最低供电，最低供电250mA， 然后这就是我觉得他们想要来卖他们这个电工。没错，我刚低头看了一下，蓝鲸的 Zuma 跟 Ohai 都是 500mA， 意思就是你要用他们家电工。颠倒了，用他们家的产品买他们家的电工，绝对放心的意思，这是他们想，大家都想这样做嘛，对不对？所以我买了，我放心，但是这颗有点贵，所以然后如果未来我有购买，也是自费购买，但是我有其他的企图，
我想去买 Chess Please 那一个很大颗的 Reverb， 如果未来资金足够的时候再买来开箱跟分享给大家看。好啊，刚讲完那些我自己很在意的事情啊，产地啦、啊、size 啦、啊、然后这个、啊、供电等等，然后它也是 9V 哦，对，外正，对，外正内负，然后讲这个 center negative 就是 中心是负极的意思。然后最小是 250mA 啊，如果过了可能会跳电或无法正常功能使用，不确定里面有没有附包装，可能要看未来或其他影片我才知道说里面到底有没有附一颗，比如说一颗充电器啊等等啊，不充电器，一个上电工他自己独立一个电工，有没有我就不确定，因为这一颗我也是买二手的，所以买到的时候里面就没有电工，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新的里面有没有电工等等的。我们主要来看啊它的 feature 里面，然后 stereo 啦，然后低延迟、低底噪，然后出版 pass buffer 可能可以调之类的 ，MIDI control 啊，可以连 USB， 然后各种等等，这个都我觉得在 Strymon 家来讲家常便饭的经典常态了。然后我主要来看官网上面讲的三个大点哦，还有这个弦乐剧团的设定，就是上面那个它那个银色的这个 toggle 所控制的这个项目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哎，然后说 from small rooms to infinity， infinite space， 就是它的这个 decay 可以控制它的空间的大小多寡，可以大家觉得是哦一个窄窄的空间中的回响，还是很非常大非常 ambience 的，他们所强调这个 ambience 的这个 reverb 的效果。影片中他们官方影片就拍得非常的充足了，我觉得。然后他这边写说 compact with no compromise， 意思是什么？迷你啊，不这样，迷你袖珍精巧，但是没有妥协哦，就是那么简单。我在卖 iPhone， 感觉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它比这个小，也是他们主打。你去官网上面看，现在荧幕上，我再来放一次。刚刚我在滑他们官方 menu 那个图，他们这个 product menu 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我说它真的光它那个拍的 size， 我直接在这边来点一下，然后辅助我来做一个分享跟说明一下。你光看它这个上面所提供的这个图，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而且它那个很心机的是，它那个新产品它那个蓝色框起来，哈哈，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Strymon 它有跟他们家一样这种很漂亮的金属色泽，不管从电工、哦、到每一颗效果器 ，Night Sky 好像是做雾面，跟其他的好像有一些一点点的差异，但主要都是这个金属色泽。因为 Night Sky 我没有实际拥有过，所以我不确定。其实我都没有拥有过，我就拥有过这一颗而已，刚才从板子上拔下来，看到它拍起来的 size 真的不太一样。唯一我觉得比较明显差距，虽然他说 no compromise 没有妥协的情况下来讲，但这一颗我觉得它应该差别在它这个钮，我觉得它这个钮目测上面跟里面详细官方的照片来讲，它比较小一点，所以可能触感等等的，但当然里面电阻理论上 no compromise 他们自己讲的没有妥协的情况下，应该电阻品质不会有差别，所以那个转起来的手顺感啊 smooth 等等应该是不会改变，但是就是那个 size 跟那个外观。我刚刚看到隔壁就有 Night Sky， 跟 Night Sky 的那个 size 旋钮的 size 来看会比较接近一点，这是蛮有趣的事情，这样子跟 Night Sky 的那个 size 应该会是一样，就这个旋钮的 size 跟外观，它就不是这一种，这一种比较怎么讲，像帽子状嘛，立体之类的感觉，它是比整颗 size 从底层到上面是一样，其实这个也是啦，但详细可以看图，图片上面那个样子。所以呢，这是我简单自己的一点分享。然后我自己对于这一颗，因为 demo 前面讲了很多，但我自己对于这一颗的看到的资讯跟相关的事情，我觉得是怎么样呢？这一颗我可能我自己不太会买，因为如果我要做 ambient reverb 的话，我现在已经有这个 TC Electronic 的这个 Hall of Fame 2 HOM 2名人堂第二代，虽然好像很少人会这样叫它，红色的那一颗 TC Electronic 的那一颗。它的 Lo-Fi 模式跟这个会很像，或是 Shimmer， 应该说 Shimmer 会比较像一点，但我比较喜欢这一颗的 Hall of Fame 的 Lo-Fi 模式。 Shimmer 我觉得它的那个回音跟残响有点过多，至于这一颗应该我觉得用电脑调那一颗两颗应该都可以调到比较理想的模式，但我个人我还是比较喜欢 Lo-Fi 模式的感觉，这个个人偏好。所以这一颗当然不是讲略不略过，又没有资金可以收，我想先买其他颗来体验一下嘛，对不对？好像我之前讲的虚荣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虚荣感，所以这一颗我应该是不会买，不是应该，
我几乎是不会买，好不好？得有钱才买得起，哎，不是讲的好像哦，我有钱，但我没有，不是不是，我真的没有钱哦，事实，这是事实。那所以我不是要贬低它，只是说，哎，它跟我自己目前的使用，而且太多颗 Reebok 好像有点可惜，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如你所知，立马专家公，我是一个很讨厌有闲置效果器的人，所以我才要需要买那么多电工的孔，我希望一次用，每次我都能够尽情的实验，哎，这些选择，所以我不会买它，哎，但是。哎，适不适合你？你想要一颗高品质的 ambient， 有可能哎，对啊，像我讲的，有可能是现在我的常用的情况下没有用到这个功能，哎，所以我先不考虑购物的、啊。但如果你很喜欢这类的，我觉得用任何曲风来讲，因为如果你说哎后摇哦，邓鞋shoegaze， 哎 shoegaze 或者post rock， 到底用不用到它，真的是个人使用的方法。不然，如果他还没问之前，那些乐风人班没有开玩笑的方法都是人找出来的。你要前面叠几颗 reverb， 叠几颗 delay， 叠什么东西在前面，那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个人的选配。但如果我相信，如果你要一颗品质良好、美国制哦，万元以下，279美金进了台湾之后，应该是不会破万的，应该是不用紧张。但是呢，现在的 Blue Sky 破万了哦，那所以以前好像就破万了，但现在更破万了哦。多100块美金的定价，而且这一颗，哎、欸，不能说它是下位替代版，但它就是一个，如果你要颗美国制、值得信赖、高品质、精品感哦的金属、哦，很漂亮的金属外壳法丝纹质感的这个，这个有法丝吗？我觉得有，哎、欸、的情况下来讲，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作为你的第一颗，哎、欸。高价位嘛 ，high end 的这个 reverb 的话，这是一颗有趣的东西。你喜欢这种氛围感的话，但是哎、欸，这个价格其实非常的竞争，每家都有相关的产品在那个。那如果你想买美制，哎、欸、，made in USA 或 made in Japan 的话，哎、欸，的确也有其他都有选择。哎、欸，只是现在 Strymon 在这个200元的价位上推出了新的产品哦 ，ambient reverb， 让这个 cloud burst 来角逐这个地位。那、啊、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也拭目以待。如果我有机会谈过，或者我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他的话，我再来拍后续相关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感谢你的收看，哎，感谢你的分享呢。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留言分享交流，还是我讲错，欢迎下面留言指教指正，我会在未来的影片中做一个更新。而且讲，哎，你有任何想看的内容，我也会来继续来做一个，哎，继续新影片的拍摄的优先顺序考量，哦。大概是这样子，然、欸、后、啊、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你帮我按个赞，订阅一下，留言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与帮助。因为如你所见，现在没有业配跟其他广告上的收入来讲，所以如果你可以帮我做到这些事情的话，哎、欸，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推力。这样子，我预告，刚才列修广，未来再见呢，未来再见，比来 get 小混天完呢。觉得今天的音质、哦、影像灯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欢迎留言让我知道一下，让我做个参考，做个微整。刚才列修广，我预告，那我们再会，拜拜。